好，好进。主棒三垒的方向，掌握这个弹跳，还要赶快传哦！精彩的一个攻法，勉强的往前推啊，一个飞球，陈静已经等在这边了，稳稳的把他给接杀出去，两出局。男人孔令恩，这棒找到了，哦，杨金豪扑下来 ，nice play！ 哇，精彩的美技啊，硬是不给你猛打。所以守得非常的漂亮，三人出局，待会来看九局下半。